来看这意外个不幸的消息，这是高雄凤山前一阵啊，这啊淹水啊，有一个妇人人来撩水，不幸去有电器，经过抢救站不幸过往去。高雄市政府今日会再搁请这公证单位到现场去现场，讲这停电的状况，也搁有一挂这电力的反应。啊，因的家属表示，考虑要来申请国家赔偿。啊，小雪落雨伫屏东有那冻土墙的工程啊，放弃。带掉两个工人，啊，一个人在上等医疗不幸归亡。万所再见哦！这是重新登的高雄凤山三民邮局头前有人被电到的现场，专业技术客机器来检测，一度有测到停电状况之下，路顶有一挂线路是有电力的反应。他讲错了，没有错，他是说漏电啊，一直说漏电啊，漏电后他就是他的外壳对地的电位。那目前造成这件事情的主因是朝哪个方向去看呢？这个其实还在查，还不知道。技术解释有电力无代表就是漏电，综合的结果还是要等全部拢流了才会当判断。不过上病院的女主在22号暗时死亡，后续家属是无排除要申请着国赔。我妹一样好好的下班回去，她就一场雨就这样子不见了。你总要告诉我她是什么因造成的嘛？对。啊，那是一条人命啊！市府表示，一切拢要等第三单位的监测结果，不过会全力来协助家属。而前几天的大雨，屏东有一位工地嘛，可能因为土石散去，冻土就放去，和两个工人互跌掉的。一个人是伫个到病院进前无喘气。一浅浅啊，尔啊，就是人骨嘞啦，人骨啊，骨啊人骨嘞，啊骨嘞，就骨啊有崩了，安尼就甲跌掉。市地业者讲，现场是为着厂内的污水处理厂，才来发包给工人施工。目前确定50岁的工人是死亡，管护劳工处嘛要求应该要停工。记者王刘婷、柯正准高雄屏东报道。